美女，我能多拉个人吗？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美女。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师傅，送我去珠江新城可以吗？上车吧，我送你。师傅，谢谢你，我站了好久都没人愿意载我这个瞎子。前面都一样转嘛，坐好了，走了。姑娘，到了。师傅，车费多少？我看不见，你自己拿吧。拿你一张100的哈，现在找你钱。这是我找你的钱，收好了哈。哎，师傅，你是不是给错了？回去吧，姑娘，毕竟我赚钱比你容易一些。喂，老婆，你先吃吧，别等我了，我跑完这咱就回去。好好好好。美女到了。哦，谢谢啊。美女，你给多了。刚才那小姑娘的钱我一起给了，毕竟我赚钱比你容易一些。无名之辈，我是谁？